搏杀的一些小朋友跟专业的舞者们，好吗 ？Are you ready? Three, two, one， 我们 say， Hola！搏杀业五方，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？是因为我们的团长 BB 老师觉得蝴蝶很有生命力，也希望我们跳得跟蝴蝶一样热情。弗朗明哥舞是源自于一种叫做吉普赛人的民族，他们长期流浪在外，找到山洞可以定居后，也只有家中的锅碗瓢盆来当乐器，跳舞也比较狂野。我们跳的第一首舞《斗牛士之歌》是由乔治·比才所创作《卡门里的斗牛士》所唱出来的歌曲。最后，当舞者跳得很热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喊 Ole， 意思是好棒，赞了，请大家跟我练习一次 Ole， Ole， 再练习一次 Ole， Ole。那现在叫我们。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以及 Ole 来欢迎我们的斗牛士之歌 O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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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le， 掌声在哪里呀？小朋友来诠释，是不是又可爱又精神抖擞啊？那赞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它的西班牙名称叫。